他是一个大一的新生，出现的时候一般会在学校要是有一个公众的那种墙，都下晚自习了，然后人就多起来，反正就想就是让他就赶紧回宿舍去干嘛，可能就不太愿意回家吧，那就想着再转一会儿。哎，问他们保安说你相信光吗？保安说他不信。在这个不允许这个能量的情况下出现，然后大家开始搞宣传一下学校的能量什么的，也是挺正能量的。